吸收剂量的 SI 测量单位是戈瑞 GY， 定义为每公斤材料吸收一焦耳的能量。有时也使用旧的非 SI CGS 单位 RAD， 主要在美国。吸收剂量用于透过测量每单位质量的电离辐射沉积在物质中的能量来计算活组织中的剂量吸收。吸收剂量用于辐射防护，减轻有害影响和放射学潜在的有益影响，例如癌症治疗。它也用于直接比较辐射对无生命物体的影响，例如辐射固化。 SI 测量单位是戈瑞 GY， 定义为每公斤材料吸收一焦耳的能量。吸收剂量是衡量单位质量电离辐射沉积在物质中的能量的剂量。吸收剂量用于计算活组织中的剂量吸收，无论是在辐射防护减轻有害影响，还是放射学潜在的有益影响，例如癌症治疗中。它也用于直接比较辐射对无生命物体的影响，例如辐射固化。 SI 测量单位是戈瑞 GY， 定义为每公斤材料吸收一焦耳的能量。 CGS 吸收剂量的测量单位是拉德，一拉德定义为每公斤材料吸收一焦耳的能量。吸收剂量的 SI 测量单位是戈瑞 GY， 定义为每公斤材料吸收一焦耳的能量。有时也使用旧的非 SI CGS 单位 RAD， 主要在美国。吸收剂量是每单位质量的电离辐射沉积在物质中的能量的量度，它用于计算活体组织的剂量吸收，包括辐射防护减轻有害影响和放射学潜在的有益影响，例如癌症治疗。它也用于直接比较辐射对无生命物体的影响，例如辐射固化。 SI 测量单位是戈瑞 GY，定义为每公斤材料吸收一焦耳的能量。